还是狗粪吧。哎，免费的 KT 呀、啊，这难道就是深夜单排的福利吗？哥别打，我带人四排的，别打我。好吧。哥，你等。杀我的吗？看你连个装备都没，拿，留着保命吧。那谢谢你了。哎呦！哎，再给你丢一发子弹。啊，就一发？要不要我把你带进圈？好啊。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啊？你都给我说的含羞了。我说真的。听你声音挺小的，你现在是在上学吗？我现在大二了。哦。不过。我现在在便利店里兼职，今天下雨，店里人不多，挺闲的，我就上号开了一把游戏。还做兼职啊？这么努力？自己一个人当然要努力啦。从小我爸妈就离婚了，我知道我对他们来说就是拖油瓶，他们都不要我。后来舅舅说他要我，起初舅妈是不同意的，但在舅舅的百般请求下，舅妈终于同意了，条件是只把我养到高中，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这样啊？不过没关系，生活总会遇到一些磕磕绊绊，人总要往前走，不是吗？啊！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